家来到宝藏岩阁楼青年会所。大家如果参加第一次的小屋畅游，应该记得其中有一场是在尖斗咖啡举行。那会所其实就在尖斗咖啡的斜对面，当时正在整修。那我现在站到的位置呢，是26号当天署命跟葛洛丽会表演的地方，所以可以在天气很好的下午，然后听好听的音乐，欣赏美丽的风景。26号下午见喽！会所是什么样的地方？你们自己来看吧。